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哎，因为我们讲到所谓的法界一相，有没有？哦，法界一相。法界一相其实就是涅槃的现象，就是平等之相。哦，那为什么会现出平等相呢？因为平等性的缘故才现平等相。缘起性空般若道是不是专门在讲平等性啊？性空，性空就是在讲平等性。哦，因为这个空，它否定自性的存在。何谓自性呢？就是它非常的特殊，它可以单独的存在，它可以不变的存在，它可以主宰性的存在。我们是把这种特性否定了，这些是特殊的，否定了特殊的自性，所以它是不是就是平等啊？每所有的因缘都是那么样子的平等，哦。好，那我们因为是凡夫，我们一直哈，等于是透过佛陀教我们说，其实这个都充满了平等性，平等性，哦，所谓的平等性就是它属于大原则性，但是平等相还没现前，之前我们是不是就比较容易退道啊？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就如同乌云密布之下，说上面有太阳，可能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会怀疑啊？尤其逆境现前，我们是不是就怀疑？哦，若顺境，可能我们还愿意在这上头，啊、哦，但是呢，要到这里，那真的是要经过很多的考验，哦，所以平等性它本身性空，它就是真理法则嘛，它是很重要的大原则。到这里才证实了，验证了，不仅告诉我们理论。而且实际上看到了，所以在看到的当下说觉诸细论嘛，无法言说，因为一旦言说就不够平等，就会有差别，就会有差别。好，好，那在透过这个之后呢，圣者，因为他已经验证了，所以他还是会看到一些差别相，不过他已经不起怀疑。哦，他不起怀疑，所以呢，他不会，他就没有恶念。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有恶念？所谓的恶念都因为着相才会有恶念。所谓的着相是因为着什么？差别相才会着哦。如果是平等相，我们就不着。大家都平等就无所谓。所以常讲说，以经济学来讲说，不患贫而患不均，有没有？大家都很贫穷没关系，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两个在，哦，很有钱呐、啊，那个有钱人准遭殃，是不是？越不平等嘛。哦，所以我们之所以起恶念，是因为我们着在什么差别的现象上，那。这个上去以后呢，他不会再起恶念了呢，只有善哦。我们这里是不是善恶都有啊？我们也有善，但是这个善是很不容易的，是必须要去长养的，是要有宿世的善根因缘的，对不对？哦，那但是呢，超凡入圣，为什么他其实只有善而没有恶？因为他不再去着差别相。因为他会知道说，哦，这些差别相是虚妄不实的，哦，其实他是透过非常平等性的因缘排列组合出来，因为他已经验证，我们这里只是理论上告诉我们这样，哦，脑筋清楚还可以接受，脑筋有时候是不是也会糊涂啊？就会不接受，会觉得明明有差别，一直告诉我平等，我就不信，啊，那我们一旦有差别，其实都是我们痛苦烦恼的。来源，一旦痛苦烦恼，就必然轮回生死。小的是痛苦烦恼嘛，到大级的生命就是轮回生死。所以我们说这个着相是很严重的哦。哦，但是呢，
我们说之所以是凡夫，越是下面的呢，他是不是就是越浊啊？哦，我们同样是凡夫，以人类来看，看狗啊猫啊，它大一点小一点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他们之间呢就有相当的差别，是不是？我们抱狗回来比猫还小一点的时候，它还猫还不会构成威胁，然后狗长得很快，哦，这个猫就受不了了，它就生病了，就住院去了。因为他们那个生命的那个什么高度很低，他看他哦，我怎么一直大起来，他就会觉得受到威胁。啊，因为猫它不会再长大嘛。啊，但是我们来看它没什么差别啊。啊，其实也是有差别，只是对我们来讲根本无所谓，因为我们控制得了它，对不对？因为我们控制得了它。当我们看到一个大人一个比方是猩猩还是什么熊，哦，越长越大，我们是不是也会害怕？我们就会害怕，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内，其实我们无所谓。那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高度问题。哦，生命的高度越高，其实它包含的力量越大。哦，到飞机上面看山河大地的时候，这个有的树很高，有的树很矮，但是我们看下去，我们不会去分它的高低。有的楼很高，有的楼很低，我们也无所谓，是因为我们飞得很高嘛，这样理解吗？哦，所以我们说生命的高度越高的话，其实它的那种容受量是不是越大？生命越低的时候呢，那个容受量越小，它的那种生命受到威胁的感受会越深，这样理解吧？哦，所以呢，这个越往下去的时候呢，其他的那种生命的历程 越辛苦越痛苦，就像出生到我们还可以去体会跟理解，对不对？那我们说圣者看我们凡夫是不是也是等于是他，所以他会回来照顾我们，告诉我们说，哎，虽然我们在这里一直都是一种差别相，但是圣者尤其所谓的佛陀就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看不到平等相，但是要告诉我们它构成的元素是平等性的，这样理解吗？构成的元素是不是就是因缘啊？这些现象怎么构成的？就是由因缘所构成的嘛。所有的因缘都非常的平等，起码先摆平我们的心，我们才不会有很多的忧虑，对吧？一旦我们的忧虑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其实也是着相才忧虑哦。好，如果我们越知道因缘的平等性的时候，我们会越自在，我们就不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想要管这个想要管那个，很多事情是我们管不来的。哎，我们也只能说不断的去这个下善的因缘而已啊。好，是我们所能够做得到的，哦，所以呢，我们说真的去见到了那个法界一相，也就是去验证了真理的现象，这样理解吗？哦，所以呢，可以叫做入一行三昧，哦，好，那在第278页，僧伽婆罗，哦，那么是曼陀罗仙同时的人，也根据曼陀罗所传来的原本，那他再次的翻译文书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却没有这一段，但是到了唐代玄奘大师翻《大般若经》曼殊师利分的时候也有这段经文，不过玄奘大师把一行三昧呢翻译为一相庄严三摩地，啊，那么他把不取相貌把它翻译成善想容仪，善想容仪。好，那当然用善想容仪，我们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去，比较那个系统上比较不是那么分明了哈。如果说不取相貌，我们比较容易去理解说就是不着于相，但是要善想容仪，那就还要再想到说要不着于相才叫做善想容易哦。哦，好，那在一行三昧跟所谓的一相庄严三昧，哦，因为这三摩地其实就是三昧，
就是一种定境的意思。那这一行三昧跟一向庄严三昧来说的话，都是般若经里面的百八三昧之一啊。也就是说，透过般若经典所讲的这种平等性之后所现出来的平等相，这种平等相，我们一直讲说在涅槃的当下，是不是也必然是定境啊？定慧均等，是不是要定慧均等？一方面我们说能够往上提升，一定是什么慧学，它是引导者，它是这个慧目嘛，是眼睛，对不对？才能够往上提升，但是它必须要有很重要的助缘，就是修定。因为在涅槃的当下，那种平等之相，其实也是在定中才看得到哦。那种的那种定境当中的那份三昧呢，总共有108种。那这个也都是其中之一呀。那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呢是说不见诸三昧此岸彼岸。因为此岸彼岸是不是还是有分别啊？他要不见的这个不，是不是也是不二？其实要透过不二哦。因为一行三昧或一向庄严三昧来说的话，他的那种平等相其实是非常重要。能够不落二边，有没有？他是不是还是不落二边？叫做不见诸三昧此岸彼岸。那么龙树菩萨把它解说为，因为它不见禅定的入相、出相、得相、灭相。出相、入相是不是也是相对的两边？得相或者失相或者叫灭相，是不是也是，也是相对的二边啊？那在相对的二边当中要不见，有没有？就是不落二边。其实就是所谓的不落二边，所以我们说，能不能到达涅槃的境界，其实不二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因为有二，所以无法涅槃嘛。我们是不是在世间法，在凡夫地上一直都是有二的？有相对的二边，在世间法是不是相对的二边？我们落这边难过，落这边高兴，是不是就不断的起伏，情绪的起伏，所以我们说要不落二边，那就必须要深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性，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要能够融然一体，就不会有出相、入相、得相、失相的什么相对的二边。所以呢，其实它还是透过不二。还是透过不二所显现出来的什么平等相，因为不二才是真正的平等，有二是不是就不平等了？好，那一向庄严三昧呢，就是观诸法皆一，有没有的？这个一呢，就是无差别，也就是平等之相。所以呢，文殊说《般若经》里面就解释一行三昧就是系缘法界一相，也就是法界无差别的甚深三昧。所以我们说要达于这种无差别，那是甚深的。为什么甚深？因为要深入法性，要深入因缘法，透过因缘法里面的平等性或者叫空性，是不是才能有机会去现出那个空相？那个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什么平等之相啊。那么这个呢，可以从专心细念一佛来入手，等到透过一佛之后，其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于三世诸佛来说的话，它有没有界限？没有界限，它还是尽虚空界的，尽虚空界。所以呢，透过念佛三昧与波州三昧，同样都是念佛三昧。就是说与波州三昧同样的，就是所谓的念佛三昧，而这念佛三昧，是
与通达圣身法相来结合，有没有？所以呢，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啊，这个透过在第268页哈、啊，倒数第五行，《大智度论》里面也说到六念当中的念佛，首先是念如来等十号，第二呢，啊，那除了念佛的这十号生身法身，其实终究是不是要导到般若的十相念佛啊？哦，其实是要导到，哦，导引到般若的十相念佛，哦，要能够无意思维故，有没有视为念佛？也就是不能去执着念佛的那个现象。哦，那个这个是随缘念而不念呐、啊，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哦，是没有任何的执着，而且要跟什么这个般若要能够相通，哦，所以我们回到第278页，这个就是最后一行哈、哦，而这是与通达圣身，啊、哦，圣身法性所行啊、哦，所呈现出来的圣身法相。都是平等平等之相，也就是从平等平等之性而展现出平等平等之相、哦、所以呢波州三昧的念佛是由浅而深、哦、由浅而深，先透过念佛的十种名号、哦、理解佛之所以成佛，佛的功德，到念佛的色身法身，是不是还导到十相念佛、哦、那么这个才能够由浅而深。那么一行三昧是直下见三世佛啊，通达诸佛无差别，有没有？它是不是无差别的？所谓无差别就是平等平等之相、哦、那因为曼陀罗仙呢把它译为不取相貌，所以禅宗四祖道信以下的禅门、啊、都说意念佛名入手而不取佛身相好。其实这里的不取一相、啊、不取一相，不取相貌来说的话，不只是不取佛相的、啊、佛的这种 身相、啊、佛相的这种相好了，所有一切是不是都要不取相貌啊？其实啊，都还应该要能够这个、啊、不着于一切相、啊、因为在第277页最后一行有没有、啊、因于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有没有舍诸乱意嘛？我们为什么会有种种的乱意啊？因为我们着相就会乱意，不着相就不会啊、要能够舍诸乱意的话，就要、啊、不取相貌，自然能够舍诸乱意。而我们不断的在取着相貌，所以我们就怎样、啊、一直执着着我们的乱意，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什么散乱心、啊、很不容易能够、这个平等下来的。好，我们回到第279页第二行、啊、以禅宗来讲的话呢，那么就直接就意念佛名来入手而不取佛身相好，这个倒是有点局限了哈。那其实应该是不取所有的一切现象、啊、那依玄奘大师所译的念佛是要善想容仪，那就是那反而就变成是观佛相好而通达法界，通达法界主要还是要通达法界了、啊、因为所谓的善想容仪也就是要不取相貌，也就是要不执着，不执着所有的现象也才能够通达、啊、那当然如果观佛相好的话，也就是说如何的成佛，是不是也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啊？也必然是经过、不取相貌的缘故，才能够通达法界、才能够通达法界。好，那鸠摩罗什大师他所翻译的《千佛因缘经》里面也讲到，
念佛三昧庄严心故，渐渐于空法中心得开解，有没有？好，我们所谓的念佛三昧呢，主要是能够庄严我们的心，也透过庄严我们的心，如何庄严我们的心呢？就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自在，才叫做庄严啊，对不对？如果越念越执着，那是庄严内心了吗？反而没有。哦，所以呢，越念好念佛三昧当中能够庄严我们的心来讲的话，是因为渐渐于空法中心得开解，是不是放下执着啊？越来越自在，哦，越来越自在，因为这种也是生命中的高度，越高的话越自在。啊，我们爬山爬得越高，是不是看得越远？所看的景象越平等，有没有？是不是越看越平等啊？然后才会觉得哦，这山川壮丽啊，对不对？风景啊，这个优美，啊，就比较不会去分那些细细小小的东西。啊，所以呢，当然，我们说这生命的高度越能提升，表示我们越放下，越放下越自在嘛。哦，越能够放下我们的心，是不是才越得到开解啊？哦，所谓的放下也是透过心得开解而放下的。哦，所以念佛三昧与空慧呢，就这样相助相成。其实是要跟空慧相助相成。哦，因为我们学佛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在解脱生死嘛。对不对？是不是对生命啊，对生死呢？啊，心量小就自求解脱，心量大就是帮助众生解脱。那是不是都要所谓的解脱都要有空慧啊？法性空慧啊，是透过法性空慧才能够得以解脱。好，那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华首经》也立一相三昧与众相三昧。啊，缘念一佛而成就叫做一相三昧，缘念多佛而成就是众相三昧。那其实倒也不一定要去分这些了哈。其实所有的一相，它本身就是什么？就是平等之相啊。哦，所以这里就讲到嘛哈，经上又说一相三昧，是不是见一切法平等相啊？等相有没有？啊，一切法它是不是等相？就是平等相，众相三昧了达一切法一相无相。其实众相三昧、一相三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是不是都是在表达那份什么平等相？所以一切法一相就是平等相，无相还是平等相。啊，《金刚经》不就讲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有没有？啊，这个否定式的符号，这个无相、非相或者空相，都是诸法实相。等相是法法平等，有没有？无相是不是也是法法平等啊？最后是不是都还是归于实相？有没有？否定式的符号是不是都是透过法性空慧啊，缘起性空，来看待诸法实相乃诸法空相，不是空空如也之相，而是平等平等之相，哦，而是平等平等之相啊。好，那么在大乘佛法当中，念佛持持名号固然是适应信行人的易行道。啊，但是呢，念佛而修三昧，就是希望能够从观相。好，那观相常常是透过唯心，之后来怎样深入实相。好，那么要能够深入实相，是不是还是要透过法性空慧啊？哎，属于性空为明系的，啊，要转到因缘法上面去，转到因缘，哦，那如果只是
光是念佛、唯心念佛来讲的话，都比较属于一心道。啊，那其实呢，我们说一行道虽然看起来浅，但是还是透过一行道而要引入什么甚深的难行道。一行道算是一种方便啊，善巧方便，对不对？啊，怕我们众生失去了信心，先培养我们的信心。啊，尤其属于信行人。那其实我们说，哎，佛法不是只有这么浅的，是要由浅而怎样入深。啊，诱导行者来深入，啊，如何深入呢？其实，啊，也等于是要深入法性，是不是才能够见到法相的那种如实之相？哈，那法相的如实之相呢，也就是法界无差别相。啊，毕竟即灭而化用无尽呢，正是大乘佛法共同的佛陀观。啊，大乘佛法的佛陀观是理想的。啊，像说一切有部的佛陀观呢，它是比较现实的，因为从现象来看待。说一切有的这个有是不是相有啊？一旦是相有，就是相有差别。为什么会相有差别？因为都有不同的因缘福报所构成出来的现象，所以它当然就会有差别的。所以它比较现实一点。在现实的人间当中，但是如果属于大乘佛法，共同的佛陀观呢，那么它会比较理想化，因为它比较理性化的这种理性哈，也就是真理法则嘛，那真理法则所说的呢，就是法界无差别，法界平等，对不对？那个真理的现象本身。其实就是法界什么平等平等之相，那这个就要透过极灭、啊，毕竟极灭有没有？就是极尽涅槃嘛。为什么能够极尽涅槃？是因为灭后而不再生。为什么能够不再生？是因为我们不再执着，才能够不再生。不再执着的话，执着越少，它的化用越大，对不对？我们越自私的人，是不是所受用的越少啊？哎，利益的范围越少嘛，越能够放下执着，想到的是大体的，那它是不是化用就会变大？到成佛来说的话呢，那么它就是化用无尽了，尽虚空界，因为它清净的那个因缘种子，是不是可以遍布尽虚空遍法界当中？好，那以上所说都是通于现在一切佛，或以阿弥陀佛为例，那也不过只是经典流通之处恰好流行到阿弥陀佛的信仰。就像波州三昧，这个在修定当中，在修念佛禅定当中，定境当中能够见佛。听闻佛陀说法，乃至去向佛陀说法的那个对象，佛陀的对象有没有一定啊？并不一定哈，没有说一定是阿弥陀佛，只不过那个时代那个空间正好落在西北印，那个时候正是流行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所以呢，就拿阿弥陀佛来做例子。那并不是波州三昧只能以阿弥陀佛为对象，能不能以释迦牟尼佛为对象啊？一样可以的。那不只是释迦牟尼佛为对象啊，其他的佛是不是都可以啊？只要与我们有缘相应者都行。都可以透过波州三昧，就算我们人还在此方，也不一定要往生到他方，纵然在此方佛陀已经涅槃，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在定境当中见佛闻法，乃至于请法，都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也是念佛法门的盛行的什么原因，对不对？好，以上是属于大乘佛法的什么念佛三昧，第一节是通三圣的，对不对？
哦，从佛法时期一直到大乘佛法时期，哈、哦。好，那第三节第282页，念佛菩萨的观法，哈、哦，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念佛三昧，其实不止念佛，还包括念菩萨，哈、哦，都还包括念菩萨哦。哦，所以我们回到第241页，有没有第六章？叫做念佛及菩萨三昧，是不是？哦，第一节、第二节都是以念佛三昧为主，念佛观为主，念佛禅观为主，对不对？哦，有通三圣的，有到大圣佛法的。哦，好，那第三节呢，就是念佛菩萨的观法。哦，念佛菩萨的观法。好，那所谓的经典就是劝人、哦、或浅或深来依法修行、哦、当然浅者见浅啊，深者见深，对不对？同样的一部经典，是不是每个人根基不同，看出来的心得也不同、哦、那希望呢都是能够依法来修行、哦、依法修行。所以在大圣经典当中呢，有说十方十佛、六方六佛，哈，或者广说佛名的也着实不少，但是也有专名啊某佛某菩萨，啊，那这也显示了某佛某菩萨的特殊功能，所以也有专修这些某佛某菩萨的法门，对不对？那到底我们要修某佛某菩萨哪一位啊？也无有定法，对不对？要看相应不相应，因为因缘法都不是绝对的，不是单方的，是不是都要两个以上相应、哦、相对出来的、哦哦哦、所以在秘密大乘佛法当中也有比方修毗卢遮那佛或阿出佛或阿弥陀等佛的、哦，那么在菩萨方面有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哦、的这些修持法门也大量的这个流出、哦、急出流传，那这种风气在大乘佛法的时期已经开始、哦、尤其比方在西元五世纪上半、哦、就是在西元450年左右就已经翻译出、哦这个观无量寿经，有没有？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哦、观虚空藏菩萨经、哦、那前面两部是宋江良耶社的、哦、第三第四是宋，这都是宋吉良辰的宋、啊哦、檀摩蜜多、哦、到第五部来说的话，观弥勒菩萨上身兜率陀天经、哦、第六呢，观世音菩萨、哦、观世音观经、哦、是宋的这个主角经生、哦、翻译的。最后第七部、哦、是佛说文殊师利波涅盘经，是西晋的、哦聂道真所翻译的。好，那这几位翻译大师都属于季宾的，季宾也就是在犍陀罗这一带，在巴基斯坦、哦、那么属于跟西域的这个禅师，因为西域的禅师瑜伽者、哦、也在什么西北印，也都在西北印、啊、说一切有部、哦、说一切有部一直往西北印去，那说一切有部结合了经部，就产生了后来的瑜伽系、哦、很多的禅师 也都在这个西北印这一带、哦、那么鸠摩罗什还有佛陀跋陀罗的时代地区呢都很相近、哦、所以呢可以想象当时候的季宾还有西域念佛及菩萨的这种禅观是相当兴盛，而且这种兴盛是不是就经过中亚而传到往北传到新疆，对不对、哦、然后到敦煌，再经过河西走廊就到中原到中国来、哦、这
这些呢，相当的影响到中国来，北传到中国来。啊，所以也难怪我们北传中国来说的话，啊，是不是非常流行念佛菩萨的禅，念佛菩萨的这种净土法门啊？啊，倒不一定跟禅观结合。不过后来到了中国之后，啊，其实也有它的历史背景了哈，因为我们刚开始不断的吸收，啊，吸收到相当一个程度，回头要再去跟还要再去传译印度的，那个时候正好印度的已经衰败了。哦，所以呢，到了中国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自己制造一套了啊，中国话的，会中国话哦，比方禅净双修，是不是？禅跟净其实是很接近的，是因为本来念佛禅观本来就结合在一起嘛，只是后来只有念佛。啊，以念佛为主就变成净土宗，以禅为主就变成禅宗。你会发现，哎，这之间好像又有相通之处啊！哦，因为在念佛当中，心系佛号的时候，也是修定的一个前方便。哦，所以就往往哎，后来又变成禅净双修。哦，那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源头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哦，念佛菩萨其实也是透过什么，念佛三昧，也就是禅观来的，对不对？哦。修禅观而来，哦，所以在那个时代跟那个地区呢，其实是非常兴盛，啊，都是差不多在西元400年左右哈，像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大概在400年，那我们刚才这几部经大概450年，450年左右，哦，好，那这个都是属于观经的一类。观经，哦，在第284页有没有？像《佛说文殊师利波涅盘经》啊，这些都比较属于观经的一类。所谓的观哈，加了观呢，跟禅观有关系，啊，跟禅观是有关系的。好，那这几部观经来说的话，啊，因为这几部呢，最上面是不是都有观呢？啊？观无量寿经，观药王要上二菩萨经嘛，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有没有？是不是都是观经哈？那么来概略的说明内容。第一部哈，观无量寿经是依无量寿经所出的观法，啊，是16观哈，有所谓的16观。那最普遍的哈，会观想西方落日，状如悬鼓。有没有？啊，当我们看夕阳的时候，因为它夕阳西下，哦，所以呢会比较寄望在未来，寄望来生，啊，寄望来生。以东方净土来讲的话，因为旭日东升，充满了生机，比较在现在世，啊，好，所以呢，观想西方落日开始，然后在次观，啊，次第观净土庄严。啊，并且呢，在无量寿佛，也就是阿弥陀佛身边，还有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哦，所以呢，他们的这种相好庄严，哦，所以去观想净土的依正庄严，依报，哦，就是大环境正报呢，那么因为在西方极乐净土的教主，哦，正报呢以教主为主。之外就是他两边的胁侍菩萨，哦，那么所以呢，往往因为夕阳西下嘛，所以寄望在未来就是我们的来世，哦，会希望我们死后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哦，那他共有13观，后面的3观是在讲九品往生，啊，哦，也就是无量寿经里面的3倍往生。3倍往生哈，好，那观无量寿经的缘起是二摄世王有没有？好，二摄世王也就是提婆达多的时，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的堂兄弟提婆达多想要，跟佛陀啊索众，啊，他跟佛陀说，你年纪大了，你的僧团交给我来带领，
后来佛陀就说，哎，非我摄生，是法在摄生啊，不是我在摄生，我如何把僧团交给你？哦，因为这个僧团之所以会汇合，是因为法的缘故啊。我们来学佛，是不是也是学佛陀教我们的法啊？所以提婆达多他所重未成，他就去找阿舍世王，就去怂恿他，告诉他说，我做新佛，你做新王，我们共同联合起来，一定所向无敌呀，所以呢，他就教这个阿舍世王如何当新王，因为他的父王还没过世，他就必须要去毒害他的父王，要去逼死他的父王，所以呢，那么，所以他逼害他的生父生母维提西，尤其是他的母亲非常的痛苦，竟然他的儿子会逼害他的他儿子的父亲，这身为母亲是不是会痛心疾首啊？会觉得说哦。这个他的话，所以韦提西夫人就对佛陀说，我宿世到底是何罪，怎么会生此恶子啊，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烦，无忧恼处啊，我当往生，不乐言福浊恶是也。因为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他会很厌离，厌离这个娑婆世界。所以呢，一方面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的现实世界本身是充满了不圆满嘛，所以会有厌离的情绪，不是为了容易修菩萨恨而去求生净土呢，反而都是为了自己实在在这个地方觉得有太多不满的那种现实，尤其这种说这种子自己的儿子想要弑杀自己的父亲，那是不是也是让人家觉得痛心疾首？所以呢，并不是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好好的修学，修学为了要怎样，要行菩萨道嘛。他的那个出发点倒不是这样哦。所以呢，这里说厌娑婆求生净土，求生极乐会成为中国一般净土行者的心声。这个是不是非常的普遍啊？所以难怪太虚大师都说，我们北传中国的佛教，说的是大乘佛教，行的却是小乘法。为什么？因为自己厌离生死，怕自己堕落，所以赶快要求生净土，不是怕众生堕落，怕众生堕落是不是才是大乘法？怕自己堕落是小乘法，对不对？想要透过解脱道解脱自己的生死，这是什么小乘法嘛？我们的出发点只为了自己，然后厌离这个地方，那这个其实不是大乘法，并非大乘法，所以以净土法门来讲的话，应该这个庄严净土更重要，秽土要把它转为净土嘛。那当然这个是需要生生世世，而且要感召很多同愿同行者，预约将来的人间净土嘛，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才是大乘法啊？但是我们以北传到中国呢，反而比较走上这个往生净土，为了怕自己的堕落，很多修净土法门的人问起来都是对自己没把握，很怕堕到三恶道去，这个还没有办法继续学佛，所以呢，就想说，赶快去那里，那这样子的发心呢，并非大乘法哦。好，那还有呢，就是在《观无量寿经》传出的时代来讲的话，也流行念佛灭除罪业的这种思想。而且在经中也经常的讲哦，只要好好的念佛，那么就可以灭除500亿劫生死之罪。或者去做什么样子的观法，也能够去灭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乃至于下品下生，他是这个忤逆十恶之人呢，他都还可以，因为称佛名故，所以在念念当中还除掉了80亿劫生死之罪，这前面也谈过，对不对？那消业往生，因为时代
不同跟啊与古本的大阿弥陀经多少是有一些差别的。哦，过去呢其实要能够怎样消业往生，后来就慢慢变成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哈。那这个也会时代的不同而慢慢的又转变了。哦，好，所以呢这个观无量寿经哈，在当时候其实是非常流行的。哦，是非常流行。哦，而且呢这种厌娑婆苦求生极乐，哦，也会是中国一般净土行者的心声。哦，那么也是往往受到观无量寿经的什么影响。哦，所以我们说净土三经有没有，净土三经是什么？观无量寿经，哦，佛说阿弥陀经，还有这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啊，哦，那到印光大师又加了两部叫做净土五经啊，哦，楞严经里面的念佛圆通章啊，哦，大势至念佛圆通章，还有呢华严经的普贤恒愿品啊，哦，那么在我们的第218页哈。哦，好，那第二部在我们的第285页第二行有没有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哦，因为在法华经，哦，的后面第20几品里面有普贤菩萨劝发品，哦，就讲到五浊恶世，哦，只要有受持读诵思维修习法华经者，那么普贤菩萨就会乘着六牙白象而来，哦，并且呢会现，哦，而自现身来供养守护安慰其心，哦，并且呢会现，哦，普贤菩萨，哦，普贤菩萨会现其人前而为说法示教利喜，哦，来开示他，并且来让他知道，哦，受持经典的种种的这个好处，哦，所以依此而成为观普贤菩萨行法，哦，所以呢也一样可以去，就像前面我们是观佛对不对，哦，观佛像，观佛的声声，观佛的法身，乃至到观十方诸佛嘛对不对，哦，那这里呢先观普贤菩萨，然后再进而见十方佛十方净土，哦，甚至见释迦牟尼佛十方的这个分身佛，见多宝佛塔，因为这个都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那十方佛也会说六根忏悔，在佛菩萨前来受菩萨戒法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以普贤菩萨为出发的《法华观法》，因为是《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所以叫《法华观法》。那么在鸠摩罗什里面，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思维要略法里头已经有观无量寿佛法，也有法华三昧观法，啊，那在无量寿佛的观法来讲的话呢，顿根者先做白骨观，再从白骨放白光明，在白光明当中来见无量寿佛，所以我们说那个念佛跟什么不净观转到净观是不是也有关系啊，啊，从白骨流光而就观什么，就观佛，啊，观佛像嘛，啊，所以呢这个属于立顿根者，那如果立根呢直接就从光明观来起修光明，啊，因为立根所谓的光明比较在慧学上面，啊，好，那以鸠摩罗什的修学也在济宾西域这一带，啊，因为鸠摩罗什大概在西元400年左右，那比江良耶舍这些早半个世纪，啊，都以不同的这个佛菩萨为主，修不同的观法已经开始流行，但是鸠摩罗什他传的这种大圣佛菩萨观法还比较简略，啊，事隔50年之后江良耶舍所传的就比较完善，啊，因为他的那个观经多了嘛，他的观法也完善，啊，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